表现能不能过关，请评审先按灯。辛巴得到的分数是11、12、12、12、13分。好，虽然没能过关，但是分数也不低了啊啊！那他休息一下，好，不要太着急哈。谢谢辛巴，谢谢。接下来马上欢迎到这位呢，也是一位才女，我们看看才女小时候都长怎样哈。哎呦，果然是这个，哎，她其实跟现在蛮像的、啊，现在算是没什么大变化，对不对？还是一样可爱漂亮的刘宣真，掌声欢迎她。有来有变女人呐、啊，但我的意思说，你算是这个参赛者里面跟小时候差别比较不大，就是有迹可循主，对不对？是。不过1985年出生，那时候的歌你选的是王芷蕾小姐。是，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哦，哎，王芷蕾发片的时候 ，Roger 老师，噔噔噔噔噔，也是吗？对，做过王子雷，好像我忘记是这一张还是反正台北天空之后吧。马上来欢迎刘宣真的演唱。午夜里的旋律一直重复着那首歌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传来一首歌，那是你我都已熟悉的旋律，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刘宣真的演唱，哎，刚刚他有镜头吗？就是我们制作单位还真的蛮用心，就找来道具哈、哦，所以你有小小的对不起他。第一句歌词是午夜的收音机，你没有唱到他，你怎么对得起他？第一句就把收音机给落掉，然后他就一直很想走这样哈、哦。好，这首歌还自己做了一些收音机的效果，对不对哈？咱嫩得死，来张宇老师请讲评。宣真的音色很好，他的音色很好，但是。我一直觉得就是说他唱歌尤其在主歌的部分他会用一种带的方式就是把歌就带过去，午夜的收音机就是感觉起来有点像闽南语的唱腔，但是又不是，然后我觉得你大可不必做这些动作，因为其实你的声音本身就是好的了，
那我觉得你这个时候应该要做的是好好的把每一个音唱出来，交代清楚，交代清楚完毕之后，等到你告一个境界之后，你可能可以加一些转音，多一些滑音，甚至多一些加一些你自己想要做的 R&B 的东西都可以。但是你，我觉得你现在本末倒置了。好，宣真的表现能不能过关，请评审按灯。我们看看刘宣真的演唱得到的分数是13、14、15分。谢老师。哇。哎，可以听评审的意见稍微做修正，不过也恭喜你过关，谢谢，恭喜！马上来看看这位选手，也是可以说是我们参赛者中非常特别的，因为他一路选歌都跟大家不一样。先看他小时候的照片，哇，这更小了！所有的小朋友现场在看的，你们小时候都是这样子，像一个毛猴子一样被抱出来，你知道？来，欢迎我们这位可爱的李千娜。李千娜，这个应该很小很小哦，你妈妈就抱着你到处玩了，是不是？嗯，对啊。李千娜今天还是要演唱台语歌曲，带来这首是江蕙的，这时候就要接话哦，哈，江蕙的，忘记了，她忘记。你本身有在各大餐厅驻唱，是不是？西边的海岸，秀别海瓜，是不是？你要演唱的是江蕙的《西边的海岸》。好，掌声欢迎李千娜。谢谢。李千娜的演唱，有请小林老师讲评。今天这个编排是跟之前我们听到江蕙那个版本是完全不一样。我还一直在期待前奏的那个海鸟啊啊，海鸟飞过，不要让李老师叫。对，一直啊啊，但是我很喜欢这样的编排。然后我觉得千娜唱歌，我越来越不担心。而且刚刚在唱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因为空调太冷还是怎么样，是有一点起小鸡皮疙瘩这样子。哦，有 feel 有 feel 了，谢谢。好，千娜的这个版本可以得到几分？能不能过关？请评审来按灯，看看李千娜的表现。第四阶段共计两人，只有一人过关。而接下来的比赛中，究竟发生什么事，让评审团个个热泪盈眶？
明显来按灯，看看李千娜的表现是高17分。好，目前最高分都是17分呐、啊，张宇老师。我想问一下，你刚才唱的这个版本是谁的版本，还是你们自己编的？没有，就是跟乐队老师商量过的阿咪版。就是以前没有人这样唱过，对不对？嗯 ，OK。所以所有其他的参赛者可以借镜、嗯、对，因为这就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个很好的戏，嗯，他已经是个很好的戏，那人家讲的时候觉得会感动、嗯、所以不见得要把原唱的方式照本宣科出来、嗯、你们开始要有一种表演的感觉，对，所以今天会得到这么高的分数其实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大家不要以为我们阿咪老师只会 按一些放屁的音效啊，或者是只会弹菊花台，他们也是很有才华的，好不好，好不好，在这边要再次谢谢我们乐队老师，也恭喜李千娜过关，谢谢。